Baby 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点心时间到，要吃点心喽！哇耶！啊啊！乐乐，你还没有洗手？啊？不洗手可以吃点心吗？不行啊。为什么呢？让恐龙先生来告诉你吧。你好，恐龙先生。你好，乐乐。哦，哈哈，一切问题都交给恐龙先生。哇！哦，乐乐，等一下。嗯。脏脏的手上有很多细菌。哦。我们现在先去洗手吧。嘿嘿嘿嘿。啊！我洗好了。啊，乐乐，我们要用洗手乳才能把手洗干净。现在像我这样搓搓手。哇！要把手上的泡泡冲干净哦。最后要把手擦干。哇，真干净。小手洗干净才能吃东西。乐乐说的对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在幼儿园还有哪些时候需要洗手。来看看谁吃东西前忘了洗手吧。是谁说的没洗手？嘿，记得记得要洗手哟。那我们喝酒，请记得洗手。想吃东西，请记得洗手。小手洗干净，不会生病。洗洗手，洗洗手，洗洗手，摸一摸，搓一搓，抽一抽，细菌，拜拜。是谁是谁？手，嘿，记得记得要洗手哟。上完厕所，请记得洗手。想吃东西，请记得洗手。小手洗干净，不会生病。洗洗手，洗洗手，洗洗手，摸一摸，搓一搓，抽一抽，细菌拜拜。是谁是谁？手，嘿，记得记得要洗手哟。玩玩游戏，请记得洗手。想吃东西，请记得洗手。小手洗干净，不会生病。洗洗手，洗洗手，洗洗手，摸一摸，搓一搓，抽一抽，静静拜拜。是谁是谁？嘿，记得记得要洗手哟。用完垃圾，请记得洗手。想吃东西，请记得洗手。小手洗干净，不会生病。洗洗手，洗洗手，洗洗手，摸一摸，搓一搓，抽一抽，细菌拜拜。记得记得要洗手。记得要洗手，跟细菌说拜拜。
你获得了一枚小印章。哇，太棒了！入园小贴士，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在家也要培养孩子勤洗手，用洗手乳正确洗手的好习惯。